对抗 Netflix 法国自主电视频道串流服务。法国三家电视频道今天宣布，他们即将推出新的影音串流服务，以阻止美国网络电视串流服务巨擘 Netflix 和 Amazon 侵蚀他们的观众群。法国公共电视法国电视台 France Televisions 将与民营频道法国电视一台 TF1 和 M6 合作，共同推出电视频道串流服务平台 SALTOR。三家电视频道发表联合声明说，透过 SALTOR， 法国电视台 M6 和法国电视一台计划提供雄心万丈的服务，以回应大众新的期待。和 Netflix 和 Amazon 一样， SALTOR 将供应电视节目和影集，按月收费，订户任何时刻皆可取消。三家电视频道表示，新的平台将提供无与伦比的多样性节目，实况转播与重温节目兼具，重温节目任何时刻都可收看。他们表示，欢迎其他电视频道加入。法国电视一台和法国电视台占法国电视节目产量75%。他们尚未说明新的服务何时开始，以及费用多少。一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指出，定价可能是每月5欧元，约新台币175元。